开始了吗？老铁们好啊！今天室外温度38度，给老铁们来个防火脚掌啊！刚拆包的新网打了两网了啊！看看咱们这新款网，老铁们先看看，打两网了。看下面链条，铸死的啊，一点缝隙没有，焊死的。纯底钢12号大力马线，红色的大力马内染线，按着微叉12号大力马线，中段围这还是大力马内染线，油灯品源4，最结实的法网啊。来个简单法网脚手，3.6米，半只眼儿。吊兜3.6米，全网8.5斤，刚开包的新网，来里边抓个4-5万网兜，打在左手，掐紧。咱从外边抓钳吧，外边啊连链条带网衣一起抓，膝盖的位置往斜上方啊，一点一点的往斜上方。抓到最后啊，夹来抓个2-3挂网兜，夹在左手，松点网线，在手里边形成一板儿啊，然后我往房下用这食指扣住底缸，压住这一板网线，拖起来。能拖吗？啊？我没打鱼。拍个撒网脚掌，哇，真极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回身一点方向翻手腕啊，撒手，发小力，啊，轻轻松松，相当好撒的那种。啊，水上全是鱼了，全是鱼没别的了，我操，好网。我难打一网，我难打一网。喊人，我前顶。我操了！我都圈过来。这边这边不能动。我操，全是鱼啊，水面上啊。我操！不动，不动，咱这咱这打不快的这我。整。哎呀，再不整完完了啊！好啊，整口里了。我操，哪儿都是啊，电都扔的这手势，手势哆嗦了啊。我操！我操，肯定不中了，这场面啊！全是鱼，水少鱼多，大风刮草动了。哎呀！哎呀！我操！哎呀！看看啊，看这一网捞多少？我操！这位您先别拉，呵，看这鱼，我操！扒了，都直线扒了，跟箭打的似的这鱼啊，往上薅吧。我操！看看，我操！看看，大汉这一网，我操！哎呀，我看看，没别的了。我操！哎呦，哎呦，我操！看老啥这网，哎呀！我要好人用的。啥？看张子斌这网，啊！抖了抖了，往下不中。来吧。赶点，水少鱼多啊，百年不遇，水少鱼多，整不过来了。算了，放网了没有？整不过来了，今天要打破记录啊！往上薅吧，薅着鱼了。少薅点鱼啊，好累呀。有点假吗？总剩几百斤去了啊，你尝尝。没网夹心，看这小碗，看看这夹，看看这夹，我操，看看，看看这夹，出妈打色了啊，又出打色了，没别的玩意儿穿着，看看啊，4个网夹，这是威力，万里好难呢，把鱼整不走了，忒多了，老铁们说说吧，这咋办啊？抽人不？哎呀！